exploit every weakness.东方不败也败在别人手下，据说是被灵狐大侠杀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是我手上这种。灵狐大侠跟我们怎么一套啊？白将军。 神莹莹，你也没兴趣吗？有人在黑木崖等你。灵狐公子，别来无恙。东方，你没死。 怎么，你很失望？是你抓走了莹莹，是或不是，能奈我何？灵狐公子。 认真点儿，如你所愿。到底是谁？ 你希望我是谁？你这一手可是连我都算计了。你不是很满意吗？
这个人隐隐蔽了他的训练，他们孩子们都叫他长春先生。这壁虎之所名唤隐宗，明暗难料，正邪难测。而昔日的孩童如今卧底江湖各派，暗潮再次涌动，但再隐秘的江湖事也躲不过隐宗的关注，这一次不例外。 不自量力，鬼鬼祟祟从扶危镖局出来，难道还能冤枉了你啊？好像真的没有，那为何见我就跑啊？难道是我卧底身份暴露了？嗯，蜘蛛啊！ 越来越多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小崽子！ 还需要跟你交代吗？我是影宗的，如此蛮横，今日就要你给我兄弟偿命！ 你躲人在这闯祸，我告诉你多少次，住口！让你潜伏在门派中是为了收集情报，不是让你滥杀无辜的。他俩从扶危镖局出来就鬼鬼祟祟的，我去，居然还活着，还真的没有见过。
士们。 得了吧。 师姐。 哟, 你还记得呢。 没白疼你。 会啊。 慌什么。 别怕。 我现在给你再演。 师妹, 瞧仔细了。 师姐的，难得还有你不会的呀，我陪你练练，你好好琢磨琢磨。竟然能，对了，要是师姐知道这招，我早就学会了。 我知道会怎么想。干啥子嘞？那斧头的山路，咋个那么难走啊？师姐，这椒盐味的。若是师姐想知道，真拿你没办法。去吧去吧。嘘，小声点儿，有人来了。瓜娃子。青城派。哼，走就走，我才不愿管贵派的闲事呢。你说我们那会能得手不？肯定能噻。 姐头上来了，嗯，放开我！长元先生都到那种境界了，还稀罕辟邪剑谱？不关你的事。去，没意思。不玩了，后会有期吧。 你做的事你不好好，可是那几个青城派弟子，这不是什么关键。可是， 没有可是，我不想说第二遍，回永宗去吧。 心服。四个，你那叫见过，不叫。禀宗四面的四个大厅，分别司议事、补给、审讯和议事之一。主掌尹宗相关事宜，总理密函的，便是议事大厅；主掌天象术数奇珍异宝的，便是议事大厅。你的隐位升阶仪式就在这里举行。 隐位，目前的隐位是叶福，完成晋升后，你就是一名正式的隐僧。进去吧，完成后再来议事大厅找我。走到最前方，安静。隐位升阶仪式现在开始。 让本喵带你解锁，点击这里查看满足。恭喜你。喂。
随着你完成更多的密函任务，提升阅历和自身实力之后，回来了。别太得意了，再像这次一样胡闹，你连影子都当不成。进去找玉星函，领取影族密函吧。看你脸色。可我摸。慢慢来。符咒最近盘桓。插枝。啊。喏，拿着。里面还有谭渊先生给你的批注，小心在意。都了解。嗯。即刻动身吧，时刻记住。回来了，亲。你此次就行。啊！别急，你在门和本喵一起练习一下如何提升武学吧。快快快，选中你目前已经领悟的武学。真我呀，以后就靠你自己。点击这里可以修改，在这里可以使用脱离卡死，让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贸然拜访福威镖局似乎不妥，不念镖旗。局肯定有人在外走镖啊！驿站，我找个镖师问问不就成了？请问，打听？怎么可能？胡吹大气！这位镖头，您挑好了，贸然前往凶险难测，剧情选择会反映出你的性格。真好奇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性格喵？可别像那位大人一样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这河边莫名其妙。大哥别担心，区区几条鳄鱼，我去帮你除掉就是。奇怪，这附近并没有看见鳄鱼呀，说不定都躲进水里了，想个办法引他们出来。我听说，哎呦，大哥还真是好记性。怎么样？你看，切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？不过，好重的酒味啊！驿站里怎么有个酒坊？